花莲市好客文化会馆今年开春第一展是由花莲市中华花艺协会举办的春漫好客中华花艺展，市长魏家贤星期天特别前往参观，也体验了手作花艺课程。市长欢迎市民朋友把握花期欣赏这一场难得的繁花盛会，并且在日式老建筑当中可以来一场老宅与花艺间的对话。在花莲市中华花艺协会理事长钟新美和总干事吕美惠导览之下，市长魏家贤一一欣赏了春漫好客花艺大展各项作品，看到花艺老师们善用日式老建筑场域空间，把花材巧妙地融合在每一个房间角落。市长称赞这是一场难得的繁花盛会，市民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在花莲市公所后面的好客会馆，今天也跟我们中华花艺协会来做相关的布展，叫做春漫好客。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室内的展跟室外的展都是曾经在国家级的地方来做相关的展演，那也谢谢中华花艺协会的我们总理事长后邀请了非常多的老师还有我们在地的老师一起来做联合布展。那这次的活动也要谢谢魏家议员跟花莲市民代表会的大力的一个协助，让我们整个布展的过程里面都能够非常顺利。那我们也结合我们客行所的一些我们的一个市集来搭配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也得到非常多的民众的一个支持跟热烈的回响。那我们也有一些课程也在现场来做一个亲子 DIY。那我们希望说生活的美学从我们各式各样的活动开始呈现出来，也期盼有更多的人能够欣赏花艺之后也能够把花艺的一个精神带回自己的家里面，让生活更有情趣，让自己的家里面会有更不一样的一个风景产生。随后市长也参加了第一场手作花艺研习课程，和现场许多大小朋友一起把天然花材制作成可爱的花饰，大家一起欢度了愉快的周日时光。春漫好客花展从3月12号到3月20号，共展出大中小型花艺作品有80多件。在花展期间还有市场免费的花艺研习，要让乡亲们亲手体验中华花艺的妙趣，也让花艺美学可以融入在现实生活当中。谢吕慧欢是报道。